小凤姐，小凤姐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在阿姨家待着？哎，你身体好烫啊！你怎么一个人就下来了呢？啊，不是我，这边今天出了点事情，不知道是谁把我的钱抓走了。我想去看一下。对了，让你在县城待着，你怎么就跑这来了呢？你看你，我不放心你，然后我就过来找你了。刚好我肚子也有点痛。来来来，我先拉你上来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别动，我背你吧，你也起不来。不要不要，你看你，那怎么办呀？小芳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两个？帅哥，这个小芳姐她生病了，我求你，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？把小芳姐没事，我正好过来是就是来找小芳的，就找有点事情。那走走，有事情。那行，他的车在那边，他现在人也起不来了，我们先把他送到去医院吧。实在不行，走吧走吧，那我背他下去吧。走，要不然我背你下去，先去医院吧，先去医院。背不动的，你背不动的。背着，小芳姐身体最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先下去吧。我先下去。走，要不我坐一会儿吧。走，先下去，走。我带我，要不我来，我背你。不行不行。走，来来，我背你。哎，你开下门吧，开下门。小心，开下门。你会开吗？可以的，来。先送你们去医院吧，来，你去，快。好，你坐进去。小芳姐，你先坐进去，先坐。来，挂了。太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找我有点事，什么事啊？你应该不认识我，你妈妈不是改嫁了吗？以前改嫁嫁的就是我舅舅。现在我舅舅不是前几个月不是生病走了吗？然后现在我那个老表啊，对他好像不是很好。然后昨天他两口子好像还把老人赶出去了。赶出去了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哎，这擦的肚子也痛，走，要不然我们先走吧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医院吧，先去医院，等一下再说吧。好。那什么？走吧。怎么样，美丽？疼是吧？走。那不先送美丽去看一下吧。好。先去看一下。好。走。